来，起来，起来，怎么来的？这来的，怎么样？我真的抢不见手机了哈。有关本分局辖内发生抢夺一案啊，原本的缘起是因为我在那个福德南路与重新路口停等红绿灯时，执勤过程中哦，听闻旁边有民众呼救，表示其手机遭陌生男子抢夺，那我这边就是直接的前往向民众询问该男特征，并直接往民众所指认之对象前往进行压制逮捕。那逮捕过程中算顺利，也顺利的等到三重所的支援警力到场，将其逮捕上铐。